结婚多年，但却在去年传出婚变，男方多次传出出轨风波，在网上备受网友关注。而日前郭碧婷还被民众目击素颜陪孩子逛商场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，让大批网友涌入向左微博留言，要他对老婆好一点。但没想到过没几天，又有民众目击两人在杭州牵手逛街。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郭碧婷身穿蓝色宽松长衬衫，简单绑起高马尾；向左则是身穿墨绿色上衣搭配牛仔裤，两人都戴着口罩，边牵手边散步聊天，看起来感情很好。而两人身后还有三个保姆帮忙背后背包，而推着婴儿车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也似乎打破外界对于两人的婚变传闻。